这个黑名单筛选，我刚刚讲哦，这个范围，这个是我们要查的，那第二个是我们要这个查这些名单有没有在黑名单里面出现，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 B2 这个位置，然后呢插入那个我刚刚讲过的就是什么呢 ？count if 这个函数，其实用 count if 就 OK 了 ，count if 蛮简单的。那 count if 的话呢，基本上就会跳两个条件问你，第一个问题说，你的 range 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你的 criteria 在哪里？那 range 的话就是黑名单那个 range，criteria 就是这个 email 有没有在那个range 里面出现？如果有就一嘛，没有就零嘛，不就 OK 了？对。但是呢 ，range 部分的话，我是建议如果你要选的话，切过来，记得不要这样一直从头选到尾，因为它会跑很久。而且呢，还会跑过头，对，所以记得应该是讲，学会至少啦，不然就是你如果不想要建名称的话，你就记得先选 A2， 然后怎么样 ，Control Shift 向下，这样就选完了。OK， 应该可以知道这意思啦。OK， 千万不要像有些人，然后那边一直拉过头了，又来一次，这实在是那 Criteria 特别说。要不然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请你预先把它变成一个名称，再配合什么呢 F3 还记得吧，定义名称，那个也非常重要如果你那个没有这个两个方法OK， 如果你常用了，我建议你用那个定义名称所以这个方法如果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干脆直接把这一个范围直接定义成叫黑名单，那最快的方法啦，其实你就干脆把黑名单跟下面整个选起来，所以游标放 A1，Ctrl Shift 向下。那定义的方法就是直接怎么样？直接用那个还记得吧？公式里面有一个从选取范围建立顶端列，它会自动把黑名单建一个名称放在名称管理员里面，底下就是那个范围。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啦，就是你自己把下面选起来，上面打黑名单也可以了这个比较快一点，因为不用打任何字，按确定，那名称管理员里面呢就会有这个范围了，有没有 ？OK， 另外一招就是你直接点 A2 嘛 ，Ctrl Shift 向下，然后自己在这边打黑名单三个字 ，Enter 也可以了，反正方法很多，就是把名称建立起来，建立完之后的话，你再到这边有没有？插入函数，利用那个。count if 然后呢直接怎么样给他要的范围，不过我比较推荐是用 F3 这一招，有没有这感觉好处是就会比较清爽然后东西也不会一堆，对不对，也不会说像有些人那公式里面一长串，然后又有什么工作表名称，然后又有范围名称，然后又要锁哪里锁这个，那如果定义名称你就不用管要锁什么，不用锁，一点锁都不用 OK， 另外配合 VBA 的话也不用改任何一行程式还有讲过吧，配合定义名称你也可以VBA 程式都不用改，直接贴公式就好了所以定义名称的好处蛮多的 OK， 然后呢 criteria 直接选这个，好，按确定之后的话下拉点两下，结果就出来了，有没有发现有些有跟零，那当然我要抠过来的只有零不一的部分，所以呢你游标再放在 B2 可以再利用什么资料里面的筛选，筛选里面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箭头呢留下一的部分按确定，然后呢游标再放在 A2，Ctrl Shift 向下 Ctrl C，有没有？然后他就只会选到你现在是一的，然后把 Ctrl V 贴上，就可以找到总共会有27个从这个黑名单里面找出来的这些 email 信箱，它事情就完成了。OK， 不过呢当然如果说将来我们希望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变成自动化，以后的话，假如说他查询名单有更新了，然后把它筛选取消掉，那是不是说呢我可以在查询结果这边有做其实两个按钮就好了，一个按钮是清空，一个按钮是直接再把前面查询名单的动作呢全部帮我查过一遍，自动把结果带过来，
当然会是最好。不过呢，最好是你可以自己写 VBA 啊。如果不行的话，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怎么样用录制剧集的，把刚刚的动作呢再做一遍，然后再让它跑一遍，那不就也是一样又可以重来一遍了 ？OK， 不过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还是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哈，可以不要用那个录制剧集，自动可以把它完成。不过好像会有一些盲点哦，也许请各位先试一下哈。一，请各位先定义名称，哦 ，OK， 我是比较建议你先定义好名称。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利用那个 conif 哈、哦、去做刚刚的动作，这个 F3。再来就是用那个筛选，筛选的时候游标要放的 B1 哦，筛选，然后把一的部分留下来，啊，再把那个结果抠过去就好了。好 ，Ctrl Shift 向下，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然后最好是这边可以也把它变 VBA 啦，不过看起来这边似乎要变 VBA 的话哈，难度会是相当的高，哦，因为会牵涉到筛选。OK， 所以呢，这边或许你可以利用录制剧集吧哈，如果相对的比较困难的，也许看看待会我们可以再把它变成。那个录制剧集，然后把它变按钮，让它可以帮我们都一次性的完成哈。